一年拜两遍。九月甲正月尾，是二月初也正月尾，嘿，拢二月初，所以一年才拜两次，所以拜了，要拜也是忌讳门杀吼。啊，咱各位，咱这个菲律宾吼，咱的这个道德公是佛师，是咱三千多座甲咱母娘啊，甲地母娘娘，甲咱遮拢同款。哎呀，伊是现主持伫这个啊，马尼拉的市内就对吼，啊，离市内诶，近就是市内就对啦吼。要食啊，速度甲母娘斗相共，所以阮感谢你，谢谢。教讲，因迄个所在的人是这么淳朴，这么好，啊，会使讲因诶，遮个人吼，是一个非常诶，袂讲安尼计较较，也是甲人计较，甲人伫遐真正因淳朴，所以你会感觉讲是咱爱学因个所在吼，咱大家爱学所在吼，诶，啊，我们的请。下午人家的点好了，叫你来讲。大叔你好，大叔，啊，大叔你好。试试看。试试看啊，要讲哪一个经典？哦，讲我们道的。好，那你来讲，来站住。老公。是蛮年轻的哦，51岁，还有很长的路要学习。可是，就是这一次走回来的20年，都感应到我们道的风、道的雨，都是自然的来来去去。要学这个道，老子说，学不完的。那就道了，还是要学。我很开心，能够走到母娘的中山慈惠堂。我说是我前世修回来的。还有能够遇到那么多的师姐，跟啊国堂主的所有的师姐跟阿斌。就是好像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就是在母娘之下啊，在菲律宾真的要弘扬这个道，不说是苦，也不能说是简单，可是就是太上老君所说，就自然的走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会怎么样，只要一直走。所以我走了20年，每3年都有它的变化。所以我刚才跟母娘说，你给我们的一生，就是好像只是走这个楼梯走到天门去，就是每3年都是一步走上天去。希望大家努力，一起弘扬这个道，因为我们没有走错路。虽然我们的背景很多的不可思议，或是坎坷的日子，或是我们带来的一些业，我来说，太上老君说，这个业就是你从小孩子不懂事，就在这一周一直轮回。慢慢成长，慢慢回来，慢慢学习，慢慢能够归于正道。所以道法自然没有快，也没有慢，就这样的走。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在《道德经》写了20年，就每一年都有它的感应。跟家里的人、跟朋友、跟事业上
跟所有的孩子们，或是弟子们，或是信徒们，都有来来去去的不愉快的日子，也有快乐的日子。可是就是当中这个两对症啊，才能打开我们的心。所以一直每年都一直在开，一直在开。所以从今天在这几个月来，这三年来，就是因为碰到了洪金老祖跟我说会有模考，就真的碰到了。可是这个一静坐就是前世的一个过程，要回来把它整理，整理归回模样。所以我为什么用心练功，把每年接这个救护车，不是为了利，也不是为了名，只是我还是为了这个机会来还我这个人这个不知道有多长的错误，那这是一个机会。所以我真的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机会难得。我每次去哪里学，一直听到在所有的教授、所有的老师所说，做人难，修道更难。那如果真的更难，那要好好的珍惜了。不管有多大的考验，都要坚持，坚持到底。我回来一直跟你们说，不要放弃我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有时候你会还是会做错，还是人嘛，还是会有诱惑，还是会胡思乱想。太上老君教了那么多的法，一学了就以为有多少，就以为有多厉害。老天给你一个考验，有天不会变成厉害，真的没有天，没有我们，所以这个道真的奥妙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学，就是因为天给了我们的美好的机会，好好的把握它，不是学了会了就要锁这个气。不应该，也不要，也不用，因为道不是这样，道就是自然，只要快乐，我看就是道了。OK， 谢谢。娘子妹吼，感谢咱地道人，伊是来遮足客气的，啊，无伊是一个真。妈菲律宾内底是一个真牛的一个咱国师嘞吼，伊看地理、看命拢足牛的，吼，拢是咧家己爱大看咧看。咱要各位，咱要甲咱家己讲，咱每一个人，伫要起厝的时阵，一定会想讲，我这个地理有好，我要买厝，我嘛要来看一个地理。第二，像咱咧买厝的时阵，是毋是咱的头前有大公车啊、电火车，还是厝角？所以咱住了就会较袂平安。如果咱今仔日去买厝，这间厝，你就感觉看了很舒服，内底拢无啥物，外口无啥物挂碍，啊边啊无挂碍之下咧，咱买买这间厝去住，你较会平安。但是厝，因像因这做阿妈的，水势风向的势，水势惊到哦。咱这拢是一个买厝内底真重要的所在吼。好，这个爱好好啊，过去学。所以道家的道理，伫八卦的经内底，这不是外口的无病毒的人会当去做这，这是达千年以上。
才有做这个。人讲吼，福气就八卦，这个八卦内底是独家的，嘛唔是这个八卦内底。虽然咱无灵，伊是创造万物，有咱今仔天下间的物件，人每一项内底，咱有四生六畜，有鱼虾水族，就是讲两只脚三，嘛六只脚，有四只脚，啊有用电的。啊，有的是甲迄蛋内底安尼咧练习，伊吸咧收尔，这拢是伫四仙六畜内底啊，会开去的。你甲看吼，遮个物件，为什么保留伫遮个几代？我以后伊遐咧问我讲，啊，早起清水的，一日二十几个来，我咧讲吼，伊讲因的无极至尊。就是死亡母嘛，因着，因你讲遐，往保林街讲，讲学生大家拢爱交门房去，啊，大家拢摕了去做业的，加因当初吼，只头看安尼阿婆无包，我这人就无客气啦，因为这里的一个山坡安全，我们是第一的。不过过年那前的时间，我在打地嘛。把前面的那个全部打起来，没有打起来就很危险。游览车全部插在那边嘛，一下子放下去，全部都坏了。说是，哎呀，你都要小心啊！要盖庙，你就懂得要怎么去做好。我有注意，要注意啊！以前我讲啊，我以前怎么打地毛、一泼洗，什么都不懂，现在什么都懂。他有几个人问我讲。你以前是读书读这科的是无？无你那大行拢捌，我怎么捌？是学的捌的。你听无？学习懂的，我以前怎么懂得这么多盖的？要什么叫做什么名字？你都不懂。这个包那个那时候你看那个是加罗，大铁全部包起来，包四个字，那个裂开裂了。锁都可以存进去，刚好。这是不是有加强过了？我跟你讲，刚好弄好一个月，九二一大地震，那时候没有弄，都飘下去。里面这四只都加强了，回来了。好可怕，这个盖面要小心哦，这都加了，这都加了。我们要请菲律宾的建筑师去做。这是加了你。放下去的时候，里面还要打一波洗，啊，还要打一波洗，才不会有流动。所以一间庙要做好哦，我们哦懂得很多东西，我要感恩哈、哦，母娘给我们机会。啊，不，我以前怎么懂？但是我十三岁我就做桥了，做两个桥。在南投两个桥。三条路要过，我前几个月吼，要去南投，迄个民间遐上帝公迄条路我走，我去迄阿伯阿公，啊，前个月他真个拢卖掉啦。我去的时候就差一个月卖掉，所以我以前这么小，我什么都会做嘛，没有一样不会做的，都拉不死，拉不倒了。哎，公路没有衣服哦，我去市场买那个一块一块的布回来哦，把它剪了剪这样，哦，把它用针并边边，哎，裤子啦、裙子啦、衣服，他们穿的都好漂亮，就是以前的人这么简单。安尼听无？啊，看到伢人家人耶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。以前是这样穿，你要穿啊！现在谁要穿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咱在社会做更多的事，你懂得更多，懂得爱惜别人，爱惜所有的工作，不会哪一样工作不想做的。哎，各位，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么久，一站一摊地啊，一站跟落去，我再跟着叫。
叫美田滚出来，切一寡物件落去，我叫我美田给你接。我讲爱学，来吃什么拢爱做爱学。啊，家迄袂袂使拍算啊，对不对？渐渐的做饼吃，因大家拢嘛，早起遐济人，几啊百人咧吃早餐，大家拢嘛足好吃嘞。啊，本来煎的就好吃。希望会加一些东西变更好，变更好。迄希望捞一寡菜袂稳，甲面粉，甲切一寡菜了，一寡青菜啊，啥物类。煎一碗麦田鸡啊！哎，好生好做麦田，麦田我好好煮哦。啊，我们来鼓励他一下，加油！我们每一个煎的，好吃啊，没有吃啊，没了。好，谢谢各位，祝大家平安。